那接下来就来欢迎我们的主唱人。对，唱人是的。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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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关上麦克风，我们朝南方，没有开，没有开。好的，听说他们的毕业歌是来自于，来自于什么啦？就是、他们的毕业歌叫做一个字，安安安，多得我爱死你，多来梦。好的好的，叫做安，我们叫安安安。好的好的，这他们毕业歌得到。好像去比赛得到不错的名次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然后我已经主唱讲，现在得到第几名了？第五名。哇塞，第五名啊！全台第五名哦。那个就是我参加全台毕业歌的，就是启程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有人知道吗？知道。想订阅都可以。天啊，前镇高中嘛，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高中，辈出人才啊！辈出人才，一下这个，一下后面那个，一下前面这个，一下又前面这两个，怎样倒想都是人才啊！天啊，都是人才。是其实我播了这么久，可能就想说我们两个是人才而已。对，就是想自夸自己。好，应该好了。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直走右转。谢谢。喂，那个我麦克风可以大声一点吗？谢谢。OK， 然后我们要演出的第一首歌是英文歌《Behind the Lights》，Hazel Eyes。然后难度真的蛮高，如果我有破音，就请你们见谅。谢谢。然后要开始喽，好，鼓手一下。